谢谢那个宫本。对，我觉得表演最难的地方就是讲话。对，你讲韩国语好了，韩国语干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你们认识韩国语吧？那个跟他很熟吗？要不要介绍鼓手？那个加入三年了嘞，我们新来的鼓手没有介绍过，没有，对，上次介绍一次而已，就是新来的鼓手，但是就是三年了啦，我还是蛮新的。新冠，你要讲什么吗？就是我们今天有带三张之前录的 EP， 只有三张，然后有空可以去外面买一下。干，你是乌，你家去中国习惯了，现在讲话都要叫人家买 EP， 你知道吗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操你妈的服务员！我不知道我们会去中国，我不知道会不回得来。我第一天应该就不是消失，直接吊起来。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我觉得女人是没有国界的，可是去那边丑女言论要出来，哇，你磕批啦，妈呀。因为我们也有那个中国那边的朋友邀请，对，然后呢，我好歹嘛，是好歹嘛，不是，好歹袂问这啦，伊会去问讲，你有啉酒无安尼尔，好歹问题较有，我比较喜欢去可以跟大家聊天的地方，还是。下一组了，快点！但是我无讲五分钟，我的讲的迄个伤少。该好歹，我把确定迄个好歹。好了，那个介绍一下下一首歌啊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最近帮个有一个业配组找我们业配。好。那个业配组叫韩国语。人才能得住啊，左哥啊，雪在地啊，雪在地啊，你知道雪在地是什么吗？你们用台语念雪在地，回来地啊，回来地大哥，来地啊，雪在 Kenny 的老卡的妈的，一代人。他们你知道 Kenny 是他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对他们劳方资方一定会有一些矛盾，所以你不要再对麦克风打嗝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拍道歉影片了，真的。你麦克对麦克怕硬。对半句，我一百多万，你屌几号呀？哎，不忘了。然后雪在地怎么了？就可以唱他们，对，爽，很干。我们也蛮没头的。好，那就下一首歌。没事了，慢，不好意思，下一首歌请老师帮忙。
正经的，跟大家既然有拿到的卡片，买预售票的朋友，大家记得换海报啊！但是有人换不到，因为我们带太少。没想到大家那么内行。我昨天问冠军刚，两天前问冠军刚卖几张，他跟我说40。然后那乐观一点，带个90张啊。欧本啊，九千来了100多个人，大家都内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赚大钱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一款是我的，好喝，小朋友。你们对政治到底有没有？拍谁？我们迅哥他认中，我们不是政治团，热衷政治，我们不是政治团，看到我就会干掉韩国瑜。你今天要讲啥话？没有啊，我想要关心他们而已啊。你想要跟大家说什么呢？只会讲韩国语啊，是啊。这边玩北漂青年啊，北漂青年举个手吧。看到没有？啊，其实我们看不到。看未起高雄人。不要，因为青蛙你有什么要讲的吗？不是要不要讲啊。
你不讲啊？真的不讲啊？快不记得算了，后果差。本来但是没有，因为我已经大概三个礼拜没有好好睡觉，就是。我们想要赚大钱，没有错。你一针见血。听我讲。民进党都不会拼政治，对不对？哦，不会拼经济。我、欸、其实我们没有要讲什么政治，又老又是非常中立的。中立别的选区啊。可是就是我们不会投国民党以外的。我们不会投外面的 MA， 我们没有要投。杀鬼啦！他都跟对麦克风打嗝。我打嗝啦，靠北啦。看，你们都有听到吧？我干了，我干。你要我道歉吗？啊？你要我道歉哦？你要再一次。对不起啊。我们。新歌啦，三年啦，金球球。新歌是两当前做的物件。新歌没有，我其实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就是一直觉得写歌速度快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我觉得是懒觉啊，怎么可能啊？因为就是干有灵感才可以写啊。对啊，如果高雄换个人的执政之后，我们该写歌会非常快。换谁执政啊？韩国瑜啊？徐美凤？灭火器也会有歌写的。看呀，我觉得周水溪都会跳出来。我靠，灭火器今晚在被吓死了。因为你没有，你不知道他骂谁，你骂他，你又没有什么好骂的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高雄真的有真的被那个明治光秀放火烧了之后，我觉得我们写歌会变非常快，而且明治光秀一下啊，陈世光啦，陈光切。没有陈世光了，说明陈世光了，陈世光了，陈世光了。不不，等我问过，等我问过，安得好，安得好。后来你要上来吗？本人是，我大爷本人是看没有人要放火烧无，安尼尔，免想讲究。你在比喻就对了。我这巧的人一定爱比喻的啊，你不要比喻。我。拜。好，下一首歌啊，我们是让我好好睡觉就好了，我觉得。好，下一首歌，好。
安口令你很会，太小声了。克拉哥大哥，啊我们呢？少年人家的波兰，出社会哦，应该什么勒索应该。好歹你起来谈呐、啊！你还没唱完口曲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安口曲怎么来的？安口曲就是我们昨天练完团之后，我们觉得如果假设今天会有人安口的话，假设，没想到了。对，其实不会想说会有人觉得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必须被喊安口这样子，就觉得没想太多。哎呀、啊，就想说啊，我。凊彩吹一条啊，大家唱看卖啊，可是啊哪会使？有人画咱就唱安尼。对，但是真正有人画安可。对，大多我嘛惊着。那是你朋友嘛？是唔熟识啊？是有下去领安排萨古拉之类的？但你找我客人吧。不是啦，我跟他讲啦。因为啊，我被大家去赔钱诶。别人讲韩国语啊嘛，对不？卖讲啊！啊，别别讲，别别讲。啊，别讲咖喱鸡鸡。换讲课文者，好吧。